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啊。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串等级的手串了啊。为什么叫做等级呢？这个因为这种水波纹非常少见，基本上一年的话只是碰到过一两次啊。这种蛮弯的，而且它是每个珠玑都是水波纹，非常漂亮啊。而且它荧光感非常好啊！你要买一个珠玑的是水波纹，放上来给大家靠近点看一下啊！你看它，买一个珠玑的是水波纹的啊！这个非常少的啊，这种啊，非常漂亮。你要买一个珠玑的是水波纹，水波纹的现在珠玑是很多，但是说它一串的话只有两三个带水波纹的，它也是五个。你说整串全部是水波纹的非常少，目前来说只有这串。它每个珠玑都是水波纹的，你看它水波纹，这种像这种手串啊，过万的这种。